到底想怎样？不要！我搞的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冰冷，我被你怪到了。我准备这是。他现在这雨下这么大是什么意思？但大家不知道，可能就是这个人叫，其实每次我们算是靠天气吃饭的人。是啊，你可以转到屋顶。对，好天哪！欢迎回到人笑分奶大赛。Yeah. 在这个雨中好像也浪漫。那雨射在脸上，等一下，你为什么下面破这么彻底？我也不知道，我出门的时候就破了，你看被我大拇。但是有人知道今天是第几届吗？我只记得我是第一届，我是前几届。欧居级的，你们俩是欧居级的。但今天有一个新的，从来没有来过的，然后首次来就遇到我们在雨中拍片，欢迎冰汉。耶！我是冰汉，冰汉。冰汉哦，你就是冰汉玩玩具的冰汉。哎，你今天有带玩具来给我们玩吗？我有带玩具来拍照，不是我圣诞节收到的 cos 的三个半幅的吊饰。那你，我可以看吗？可以啊。是原地的。等他拿来，我们就用那种观众压力。今天很冷。哇，好可爱哦！三色的。对啊，想到我们也能拍照。可以吗？没有，不行。不然抽给粉丝，你觉得怎么样？我可以自己再另外买，如果有的话。骗你的啦！骗你的啦！我知道，我知道你没什么认真。很好哎，没有，我没真的要。好了，欢迎下一位妮妮。哎，你不知道我们那个忍笑，就是前面那个聊天大概是聊45分钟。请问你肚子上这个是什么？这是冰川宫殿给我的暖暖。请问放在肚子这边会保暖吗？会啊会啊，这是我们人体的中心啊，核心暖了，整个人都暖了，就跟我对啊一样。这段是传教，你想这段要干嘛？你叫会拜你，你叫。哎，最近在干嘛？我最近在干嘛？最近在睡觉。对啦，还是有在画图吧，对不对？对，很努力画完。对。然后你不是也出了那个2022的年历？哎，对啊，现在4本。哇，那4本应该也不用宣传了吧？对啊，因为等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没了。结果大家点到官网。10本。有没有干爹也是把它带走？10本而已。我们来欢迎干爹。他要出他新的年历了啦。我说整本都是你。对，整本都是他。他做那个年历的是年历人吗？年历人大师是1998年世界魔术大会的亚军哦。很魔术的笑话啊！魔术很大魔镜的笑话。这新年我们就是马上要来开始这个新的22届人笑，有一点点紧张，毕竟现在加入了那个网友投稿的环节，他们的影片很长，到比我们准备的还要好笑。好了，那今天还是一样有我们的 Oh My Girl Oh Devil。要怎样？你要怎样？到底想怎样？不要！哦，这个暖暖包也不拿掉耶。对啊，你这是什么？哦耶！双道，什么意思？等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就从冰汉先开始播一遍。哎，我怎么？演的是，那我们先喝。还可以，对，两边都特别浓。哦。冰汉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他需要跟你一样有很多刺青？不用啊。你身上有几个刺青啊？好像10几个吧。那你身上最满意的一个刺青？在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在就是看看，我期待。可惜了，光剑很帅，然后可爱，不知道冰块笑点是怎么样？他笑点应该很低吧？我觉得。那他准备怎么样？准备了3个影片。先播这个好了啦。确定不会再讲废话了吗？我要喊咯。新年第一喷，新年首喷，你干嘛去？哎，我觉得很危险。
歪。什么意思？那个老师的表情很强哎。冰冰，我被你怪到了。我准备这是傻笑吗？阿黑眼训练班啊，阿黑眼，对，是阿黑眼训练班。哈哈哈哈哈。试试看。阿黑。来，你会。阿黑。阿黑。欢迎在下面留言投票，看谁的阿黑眼最好。换我的影片。新北市政府举办毛宝贝的耶诞趴，演立刻白带着爱犬浅浅来参加。没想到侯友宜和狗狗的第一次相见欢，真的是欢笑不断。他不是米可凡，我是米可凡。拜谢了，拜谢了。哦，啊，叫浅浅啊，你叫米可凡啊，你这个米可凡啊，拍死啦！我认不出哪去啊。平常公务繁忙。啊，米可凡的名字确实蛮狗的。狗喘，我看过了。米可凡不知道心里作何感想。他不是米可凡。好，快快点，这雨有点太急耶。怎么办？都办到22届了，没有雨遮，没有暖气。Oh my god！小姐，你知道你根本没有飞起来吗？你是靠你的蛋蛋在撑着地板，蛋蛋。我都看到了，你干嘛比我看了？刚刚还好，我没看懂。对，好，很棒吧？好，换 David 了。你要你准备什么？合作买个狗哥进去，因为太好了，太好了。哦，معلش عبالي سلطة لخبطت ولا لخبطمارش لخبطت مارش انا اسف مارش لا سامي اسف انت ما تبطل مارش لخبطت مارش انا اسف ايه ده تايكون هاي هاكو ايه هاي شانكو ايه以前因为我也是算蛮黑的，然后以前在班上只要讲到什么泰国啊或菲律宾，然后我们同学就笑说，你快去你的祖国啊，就是会这样讲，就会被笑。然后我本名是，我就上台之后就很气菜。好了，大家都不要欺负别人了，就像网友不要欺负我们一样。我们跟你们一起玩嘛，接下来就到了网友投稿环节。很刺激吧？你们没听过网友投稿环节？哎，每一个投稿人前面都放他的 Instagram， 所以不好笑的话，去骂他。因为有时候留言会说我们的不好笑。他刚刚那个吐舌头要找一个月。今天才找的啦，承认呐。はい、投稿的这个人就是这个人，
就他很拽哦，他丢影片，然后只回这我本人。人呢、欸？要回到了冰汉里。我从来不听歌，不好意思，我认为那些都是靡靡之音。我最喜欢蔡徐坤。What the fuck？你很奇怪，这个人长得起码你看得清楚。他觉得那些都是靡靡之音，然后突然来一个很 rock， 然后做一些奇怪的舞蹈什么的。我就看一下你们接下来影片有多屌。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等一下这大家都不笑，直接顶自己的头了。这样谁在不笑？看，我觉得这个人好笑哎。这是谁的？我的，换我的。好，又换到戴维欧了。这个就是侍酒师，就是帮客人倒酒，有一些不一样的花招。好嘞。Anything else, miss? I said vodka, not wine. I'm so sorry, miss. Hello, sweetheart.太恶了吧！你下一口臭奶，我帮你。不要。还有第二段的网友投稿时间，想不到吧？想不到。来喽！太疯了。最后喽。我只是会一直会有，会有你。你的太阳下去。讲就好了啦，好好讲就好，亚瑟，好好讲就好了啦。你以为我转路？那不是刀，干嘛？到我们家就有一个按钮，总会发出奇怪声音，就是这一颗。
都把你的账号贴上来，因为不好笑的话，我们会请大家去。公司没有，没有啦，大家就一起玩乐啦，有多一点参与感了。嗨，好，今天很开心，就是第22届元旦趴，大家成功耶！22届，想不到吧？想不到吧？好多，好快啊，超快的。这个比电视台带就是那个一季的节目还长。带状节目？到底在想什么？那最后，斌凯有没有要跟大家宣传？宣传就是我的玩具频道，就是专门在介绍玩具开箱的，叫冰泰玩玩具。你的玩具都只有在就是18，没有十八禁，我在是儿童频道。哦，对，很失望吗？没有啊，我可以看出另外一种风味。对，他会介绍 cos 什么的、啊。哦，对啊，最近看玩玩样具。好，那换妮妮。我的 Instagram， 我的 YouTube 有两个频道，第一个叫妮妮学姐，然后第二个就点开妮妮学姐上面就会看到了，因为你名字是一样的。我怎么开新的一个频道？因为我主频道被系统就是整个不能盈利。啊？我不管上什么片都全黄标，连上午的猫咪在家里面跑来跑去都会黄标。不会是你猫很色？露腿这样子。好，所以你有两个频道，大家都可以去关注起来。拜托。对 ，Daniel 先生，第一性男子。Magic。你现在讲这些没什么说服力。最近有魔术的成分吗？我觉得我们该拍一些街头魔术啊。所以你现在都在拍什么？日常。然后呢，我有这些频道呢，然后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在订阅加分享，一旦留言给我们，然后分享出去。然后也欢迎投稿给我们你觉得好笑的影片，就这样，我们下次见，八八六，八六。